王哥在讲什么？我们已经完全听不懂了。他有点紧张，他讲马来话。我的华语不是那么顺畅，说我用马来话来代表。中国人民已经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了。他想要跟大家解释一段，就是他对这个 BC 技术馆的那个精神。那有翻译吗？大家听得懂马来话的？没有 ，no， 没有听得懂马来话的。没有。趁这个机会学习一下马来话啊。嗯。有没有翻译啊？中国人民是听不懂那些马来话的。有我们那个。小熊就行了。我给文清给大家翻译。那大家这样啊、哦，我站在这里。介绍这个。我站在这里，然后站车型的，用我们的消防车。哦，站车型的。啊，看到吗？站车型的，背啊、头啊、形状啊都很低。这条鱼给点面子好不好？这个哈、哦，你看哈、哦，哇，很大只，啊、哦，超漂亮，超漂亮，嗯，这条超漂亮，已经超大的，应该有，目测有六十多吧，六十多吧，啊、哦，好看哈、哦，好看，漂亮，啊，主人比较好看，嘴唇，开嘴，看有没有蛋呢、啊？这条鱼他表示他也很崩溃，他没蛋。他就说我没蛋还不放我下来，你对，太过分了，这个主人。好了，面前还有，我来吧。好了，看啊，那要我抱一下。